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快看呀，快看呀，那个蛋仔等级竟然变成了最高的，是100级了！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，非常不好的消息！快看，我的蛋仔才26级，我猜你们的蛋仔是30级，对吧？对吧？小伙伴们，小伙伴们，如果你的等级是30级的话，我猜对的话，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我看一下有多少蛋仔是30级啊！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，我们的蛋仔岛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，快看呀！众所周知，在蛋仔岛我们有一个任务选项。伙伴们，我们都知道在以前我们的蛋仔等级最高就是30级，对吧？对吧？ Yes！ 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如果你们是30级的话，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快看呀！我们的蛋仔岛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，非常大的变化。我们点一下任务，我们看一下蛋仔等级，你会发现我的妈，我们的蛋仔等级竟然变成了100级才是满级啊！这一次大家都要变成新手蛋仔了。你们的蛋仔是多少级？可以打在评论区。在以后，我们100级才是最厉害的蛋仔。以后伙伴，以后我们都要变成萌新蛋了呀！100级才是大神。所以啊，蛋仔岛发生到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，我们的蛋仔等级变成了100级啊！太惨了，太惨了！你们的呢？你们的呢？